李公太师，只因我儿在虎牢关前大战一十八路之后，劳苦功高，今被酒宴奉请列公与我儿欢聚一番。我们奉陪太师。马来呀，
又与张温同养者，叫他死无葬身之地。小辉的让顺教回
昨夜之间不去安睡，一人在一次长谈，莫非有什么私情不成？老爷切莫动怒，因毕竟臣命死父之言。好，起来讲。是。朝中总有大事，你一个女孩儿家也万难办到，快快回房歇息去吧。弟子随心一了，不知大意，听得人是那太师公主。谨慎。将那太师动作，他怎么样啊？他上欺天子，下害忠良，专横跋扈，涂炭甚厉。大胆！竟敢枉法议论，辱骂太师，该当何罪？只不过一论机智，老爷
众人我非要此女承担，我这里与貂蝉非福相见。罢，哎呀，貂蝉哪，东主老子久怀篡逆之心，他一子吕布又骁勇非常，我早有灭却国贼之心，怎奈兵权俱在他父子之手，无有可乘之机，方才听你之言，我倒想起一条计策来了。什么计策？连环之计。那东主吕布俱是酒色之徒，我有意将你收为义女，先许配吕布，然后再献于东主，你便在暗中取势，使他父子反目成仇，自取败呀。如今得罪有道悬之苦，非你不能救也，若能大功成就，乃得尽于国家之心也。
某家道未曾冤因，当面实罪。岂敢蒙此监官闯我魏宫，当面谢过。岂敢威武百度，何劳直接讨远兵败，加以温侯之礼也。哎呀，惶恐啊，惶恐！温侯驾到，蓬荜生辉，得一得交言，与温侯把战。什么？到此就要讨饶啊！酒宴摆下。
是林爱墨。真是小女儿啊，这就是你平日进目的吕文侯，还不向前见礼呀？是文侯奴这边啊，不敢。请小姐一同日期同饮呀、啊！是啊，儿啊，快快与温侯把盏呐、啊！不敢，不敢劳动，不敢劳动！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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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！
仇之事江上一讲啊。小姐面前，小相真好夸口、啊、将军功过云天，将将有待何方？阿儿啊，你平日敬慕将军英明，今日可愿听将军一讲啊？小姐言明。好，至此大人小姐听。
前去。朕欲温侯饮酒，不想朝房有事，若是前去，无人陪伴温侯，哎呀，这倒两难了啊！大人，既然朝房有事，小将暂且告退，待日再来请安呀。温侯，哪有不欢而散的道理呀、啊？有了，救命小女再一次陪伴温侯饮酒，何往？哦，小姐在此，使不得吧？我们乃是通家之好，这又何妨？阿儿啊，你就再一次陪伴温侯饮酒。为父区区就回、不要这样小家之气，为父在朝全仗温侯，你要好好的侍奉啊。大人，你去去就来呀。立志怎么错过佳期，已经有预是贵重计。哎，小姐既知此贵重计，你可知诗经有云，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求。算得
兄，你叫大婿。许配英雄吗？
恋爱美人也。好，下官有意将小女许配温侯为妻，如何？此话当真呐、啊？当真呐、啊？好，如此。岳父大人听讲，不受不敢伸手，不敢伸手啊！但不知这计期约在何时、啊？这计期嘛，今日十三。好，就是今日。来不及了，来不及了。是啊，明日十四日。明日也好啊。十四日乃是个月季人呀。月季也无妨啊。使不得，使不得。几时呢？后天十五。哎，十五日。哎呀，十五日又是个单日一次。哎呀，你看这倒难了，几时呢？好，定准十六日送小女国府成亲，如何？十六日，十六日，一定，一定，有准。有准呢。啊啊！告辞了，大爷们。齐大人，太师到。动月相迎，动月相迎。上龙臣大礼参了吧。伸手问你了，不知太师驾到，未曾远迎，当面失罪。多蒙司徒相召，亲扫坦途，望其海涵。岂敢，下官奸臣背得酒宴，与太师同饮。白下就是。酒宴白下。有德者居之，无德者失之。太师，好好好，老夫得了天下，少不得封你个开国元勋。臣谢之隆恩。平身，上早。太师请，司徒请。是勾上来，三弟，
九you
让你女婿配与王，什么要送女太师，你出乎凡乎，万死徒，莫非是我八万剑无礼吗？问候息怒，容下官言明。哼，看你讲些什么。哎，是下官在朝房遇着太师，太师见到下官阿王司徒，你有一女名唤貂蝉，许配我儿奉献了么？下官不敢隐瞒，一时相告无后，太师便到舍下来了，就是眼前下官命小女吃汤拜见公公，太师一见十分欢喜，言道此女貌美，正好陪我儿奉献啊，待老夫将她带回府去，与她二人完成花烛。你进得府来不问青红皂白，就是这样的待我，真真岂有啊！哈哈，此理呀、啊！哎呀，若不问个明白，先生是无。岳父大人，稍纵一时，带我回去问个明白，再做道理，告辞了。有事无事？无事。儿啊，你我虽是父子，以后见面之时需要通报一声，这我方之中不可随便吃入的才是规矩。圣上宣老夫今日入朝，你要保护老夫前往，下面更衣去吧。下面更，大胆的小赤身，洗我爱姬，若不念在父子之情，定要问罪，还不与我快快的滚了出去。遵命。等机会抓过错事，将他轰了
吃去，也就是了。Hey!
不小事生，小事人生。戏外戏，灭人伦，灭人伦。怒气冲天，难消恨呐。方天画戟丧惨生，大老太师，哎呀，还是万国为了国事啊。美屋为何一人在此长叹呐？为你女貂蝉呐。你二人还不曾完婚么？老子已拿外姬妾了啊。哦，既有此事嘛，温侯快快言明。哎，岳父大人呐、是知那无妨，一日表面心哪远，难呀难。
见了。我哟，杀出老子，怎奈与他父子之情，恐被旁人耻笑。温侯此言差矣。何差？向温侯行礼，太师行动，有什么父子之情？哦，他若有父子之情，还能拿你妻为妾么？我定要杀出老子，以血我瓦齿。大人有何计教我？必须差役先夫之人取望美物，假传天子明诏，将老子诓进朝来，我等一起诛之。此计甚好，命李肃天去大功夸城。天下。